制作方法跟包法，还有直接吃，对，还有一些串法，就是我是针对它的技术层面，嗯，是加工制作的技术层面，所以尤其是这个是招牌，什么意思？哪一个？什么是什么？王肉肠，还有包哎，八级，它真的是有包东西，是牛，这是啊，上面有写，看这里，这耶，每一个牛哎，好像都是复合式的，对啊。它应该有创意在里面。这个是麻吉，我们家的串烧全部都是肉包东西啊，有包水果的，肉包，对，你像苹果，它是包苹果，这个橘子超好吃的，橘子，橘子，哪一个包橘子？这个包橘子，要不要吃橘子？好特别哦，水果是包黄黄的，这是气质球。哦，气势球一定很厉害。我们每天的串烧的菜单大概有七成是浮动，是你今天来吃，你明天要来不一样。有什么食材就做什么食材。看有什么料给你。对，你今天来，你隔天再想要再来吃，不见得有。我终于知道，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老板说他的串烧有那个专利，因为你知道吗？他一般串烧我们吃的时候很容易吃掉的满地都是，对，满桌都是。但是你看他串烧。整个非常的扎实，很完整，吃了一口呢也不会掉出来。其实这基本上都是一口不会这样咬。哦，然后怎么？那是怎么咬？就是一口就塞了。那蛮大一口的，是很大哦，很大一口哎。这是完全倒吧？我这吃了一半。大口交给我，吃了一点没关系。对，它不能从侧边吃，要直上。上屁！你要看我鼻喉科。哎，这个你这是麻吉，麻吉，换一个，你不行，这个炒虾，炒完虾有包，这个吃一串就饱了，而且很扎实啊，蛮有饱足感，每一个都很扎实啊，烤肉的碳香味全部都浸泡到里面那个糯米里面了，对，我们是用碳烤，这是番茄，女生会喜欢吃这个水莲哦，可是你看它在外面就拿包一个肉之后，然后就口感就我刚刚咬下去的时候，里面水莲都是这样咔哧咔哧咔哧，对，是肉包蔬菜，其实番茄配肉。好好吃，刚刚那个肉包番茄，就你们一份就是要一串。我们价位从一串从35块到60块之间。哦，你要看哪一种，像糯米肠就真的它是。它比较复杂，然后比较大颗，它可能就比较就一串就60块这样子。嗯，因为很多串烧店就是，比如说我点什么一份，它就是规定就是三串。对，就你没办法一串一串。不会不会，我们就是你想吃几串，一串一串来。对，这个不错。对，很棒，这个包水果很棒，因为它解腻。对对，很清爽，真的很好。它好像有五花包外面，对，会稍微而且是比较有油脂，可是它里面水里马上就把它就是冲淡了。嗯，我们介绍到。这终于看到救星来了！哇，你们四位女孩一人高一杯，这是你们另外一个特点。气泡饮料，其实我们这个口味大概9种，点柠檬糖果的味道，超清爽的，所以又可以继续吃的感觉。对，解腻。哎，这不简单哎，从串烧、路边摊到6家店，然后申请专利，真的不错。谢谢。介绍的是一个人也可以吃的西式套餐哦，这个真的孤单了，超孤单，对啊，烛光，怎么会有这个 idea 陈先生？也许我们大家其实某程度常常讲说一个人都是比较偏负面的，就是卤蛇、单身狗、边缘人之类的，但其实一个人很好玩，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套餐的形式让大家感受这件事情，那有5道料理的方式，那每一道料理都是非常有趣好玩的一些体验，像是听乐啊、画画啊、看书啊等等，那我们把它结合在一起，那边很好玩。这个发想是来自于你曾经就是一个人这样走过来，对，我们对于社会的观察，我们觉得这社会好像偏负面讲述，就是群体很好，但一个人都是比较负面，就嗅到了这个商机就对了，应该是自己的感受了，对，有希望让一个人很好玩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知道，所以我们一个人也不错，一个人不错，对，所以我们像我们特别设计了，就是一个我们餐厅特色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只会一个独立的自己的一个单人座，所以我们不接受并桌，所以情侣来一个人坐一个位置。家人来也是一个人一个位置，对。可是看得到他在吃吗？可以看到他在吃。那有一些位置是面向窗，落地窗，可以看路人，像是风景一样。那又是那种把你独立拉起来的一个布幕，好适合我，好想喜欢。掌声欢迎。好，来，哦，这应该是女孩们喜欢的。它的摆盘是有艺术。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主菜是什么？对，蛮多道菜。那其中主菜，其实我们有
搭配每道菜都有搭配一些游戏，像听音乐啊、阅读啊、画画。嗯，那我们这边有提供一个阅读器，那大家可以透过这阅读器读《小王子》的故事。我喜欢。那我们会问你说，对，我们会问你说，哎。就是因为《小王子》里面的故事有讲述，就是纯真儿时的梦想。对，那我们问你说，你儿时纯真的梦想是什么？你可以写在一个笔记本上面。哇！对，那同时我们送上主厨认为的《小王子》的星球，所以像里面就会有大家的创作，像画画啊，或是就是大家会画画写自己的梦想。客人都下来的，会陆续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哦，所以看得到上一个客人写什么，可以看。没错，这个星球呢，它就是竹炭的马铃薯泥。哦。我也是第一次吃到竹炭马铃薯泥，所以我们煮出蛮酷的。对，那就是牛小排，然后一些菇跟那个小红萝卜，好漂亮。无心，大家发现这是什么吗？我知道的好像是萝卜，哎，问题吗？是不是有白萝卜？无心是白萝卜。好甜哦！你要问什么问题？超甜的，牛肉里面的筋全部都几乎算是已经就是弄到软烂，对，它表面完全没有焦的感觉，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烹调手法嘛。对，那现在西餐比较棒的流行是低温慢煮，熟沸的方式，直接熟成。对，那就熟成完之后，蔬菜都煎一煎。难怪，好棒，牛重点超嫩的，肉味很重，超嫩。嗯，像我们一个套餐。有别一般的餐厅可能是1500-2000，那我是950元加一层，这些有找对体验无价。这个是体验，这个是什么？可是又摆一些这个。对，那这个是我们的创作，对，我们透过画画来让大家创作，所以我们有四个不同颜色的麂皮，里面有蘸料，那是可食用的。嗯，那我们可以画，大家可以自己画。这是什么？巧克力？巧克力，对，画在这上面吗？对，可以画任何你喜欢的样子。可是它这后面是真的画框，可以把它立起来吗？对，但就是立起来的话，它就会滑下来，就会倒。对，这一本是什么啊？这本是我们的体验手册，所以每个人竟然会拿到一本书。那我们会有一个主菜，第一道菜、第二道菜一整个流程的体验。那每道菜都有一个玩法，那它就变成是扣除吃饭以外可以玩一些东西。好有想法，你在画谁？画得很好，你真的好有童心的一间店，真的耶，画得很好哎，好棒，对呀。哦，真的耶，是很厉害。可以请你去画画吗？对。我说我怎么有点像红酒酒那老板？对啊，真的很厉害。对啊。哎，真的好棒哦。对啊。是，其实是黑人哥自己在家看客人画，像他这么超会画的。都会有，就是那种就是像这是比较具象化的，那也会有就抽象乱画。绿色是什么？泼洒型的也会有，小心。老板，请问绿色是什么？绿色是抹茶。哦，这是红色的吗？对，抹茶。红色是覆盆子。哦，覆盆子。黄，为什么要流血？黄色是芒果。为什么要流血？就是这种会被揍吗 ？You know everybody have a dark side. 有吗？可以镜头看一下。红色的是蛋吗？下面是橘子的，对，橘子的慕斯。这是什么？橘子什么？然后上面是巧克力蛋糕，下面是有蜂蜜的。好好吃。女生真的遇到甜点真的最饱的，还是有空间。蛋糕是有点苦苦的那一种。极化，难怪他要附着一些姜味。哇，巧克力是苦的。对，你可以配你自己喜欢的。